你们讲的实在是太抽象了，民众都听不懂。花议员，这没有矛盾啊，因为似乎你所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大陆地区。那具体上要什么吗？当然是高雄要什么，高雄要发财啊，对不对？天哪，市长，所有的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发财，但是具体上你要开放什么东西、什么项目，或者是说现在有什么限制，你要现在告诉我啊！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，不是说高雄要发财这么简单就可以糊弄过去。总目标是高雄要发财，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希望往高雄发大财的目标。那具体上你要做什么吗？这个自贸区是其中之一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市长。记得订阅，就可以看到最。